围巾非常的薄薄薄款，而且非常的经典，整条是用米杏色、灰色、黑色拼接成的，有点像菱形的一个纹路。第一个，如果你在家很冷的时候，你可以当披巾，在公司很冷的时候你可以当披巾，你不用管它哪一面是哪一个方向，它就帮你做好所有的造型了。你穿宿舍最适合买这一个了，因为它所有的颜色都帮你拼接好，你只要舒舒服服的披在身上就超级舒服好看了，就当披巾式的感觉。你看我已经卷成两节了，都不会到太厚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它有非常多场合可以用，小朋友冷你也可以披，真的再冷你就绑成这样子也非常好看，你看很好驾驭，尤其是穿素面，你怎么绑怎么样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。或者是呢，想要这样子冬季恋歌尾发，好，就是韩系尾发，很多韩系的女生啊男生都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尾发，挂脖式也非常的好看，就让它垂坠自然，它自己想要走的一个颜色跟色系，而且它是两面都有的颜色，所以呢不论你今天有没有翻好都无所谓，都非常好看。